有手就会的万能排版来了。第一种交错排版，胶带和文字左右交错，贴上自己喜欢的胶带，描上虚线，框框内也画一下会更好看，完成。第二种上下贴花边胶带，人物和气泡框左右交错，人物上下错开贴，相反方向画上气泡框。最后简单装饰一下，完成。第三种随意的画几个框框，上下的地方贴胶带，虚线描边，框框内装饰，完成。